为了优选，从我大学拉了账，你也知道。好，我说一句，你说一句啊。我说宣誓人，你说你名字啊。啊，我自愿加入中国民主党。我自愿加入中国民主党。履行党的章程。履行党的章程。执行党的任务。执行党的任务。遵守党的纪律。遵守党的纪律。为每一个中国公民的自由和民主而斗争。为每一个中国公民的自由和民主而斗争。宣誓人。宣誓人。谢光景。握手，往那看。恭喜你啊！来，小宝，咱们进来。好了，把你电脑打开。来，说你一拳啊！我说一句，你说一句啊！站好了，不要动了腿啊！我自愿加入中国民主党。我自愿加入中国民主党。履行党的章程。履行党的章程。执行党的任务。执行党的任务。遵守党的纪律。遵守党的纪律。为每一个中国公民的自由和民主而斗争。为中国公民。为中国公民自由，为中国自由公民而奋斗。宣誓人，宣誓人叶贤清。老师，往那看。好，恭喜你啊！从那边走。对对，观察员，观察员，别挡了他镜头。走，走，过去。你第一个。握紧右拳，打起来，别跳一啊！我自愿加入中国民主党。我自愿加入中国民主党。履行党的章程。履行党的章程。执行党的任务。执行党的任务。遵守党的纪律。遵守党的纪律。为每一个中国公民的自由和民主而斗争。为每一个中国公民的自由和民主而斗争。宣誓人陈其松。哎，我是。